《如露切木兮》选的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诗歌，那基本上它的和弦呢都是一般的下行和弦。那像这样的一个很常见的这种和声行径，我们要把它渲染一些现代的色彩，我们就必须知道。平行和声的概念，那平行和声呢，就是同样一个结构呢，你故意把它平移。那平移的依据呢，有时候是可以根据你的主旋律去做移动。例如说，我们现在先来看，我们要平行移动的这个和声结构呢。